在你家待着这几天，突然要离开，好像真的有些舍不得。那你就把票退了，再住几天啊？我要是再住几天，可真就成你对象了。怎么样，我这次表现不错吧？你收获也挺丰富的呀，跟徐志摩照了相，鲁迅先生呢还给你签了名，就连我们家珍藏的鳗鱼图都被你给拿走了。小气鬼，我是借回家临摹的，到时候肯定会还给你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不过呢，我也是借用了你一段时间，你现在啊可以自由了。过河拆桥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也该上车了。还早呢，你这么着急回去啊？我不是怕你站在这儿累吗？你上火车上坐一会儿，休息休息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了？因为她才把我当做挡箭牌的。没有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别瞒着我了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个老燕京家的赵小姐。被我说着了，你妹妹早就告诉我了，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不一般。她已经去世了。各位旅客大家好，去往上海的火车马上要出发了，请各位旅客抓紧上车。这次车真的要开了，赶快上车吧。